喂，你怎么可以骂狗？你才贱！你才贱呢！去哪都贱。然后就说养猫，猫真的很贱的、欸。说真的，猫真的很猫真的超贱，猫真的猫真的是最贱的生物。就我那天不是就也是这样剖嘛，我说猫真的是最鸡巴的生物，猫奴们全部都认同。啊、超鸡巴。可是娜娜看起来很乖，我们家那只超皮的，都会把东西挖出来之类的。我先把它盖起来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要盖起来。